前方就是出生斗，咱们开着飞机来寻宝。动二五零，动二五零，小熊饼干请求降落。哟，翻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没有猜错了，你们肯定以为我回不去了吧？哼哼，不要紧啊，咱们先去找一棵树林，直接就能把它给炸过来。嗯、哎呦，这小红枪啊！我这小枪都有了，我还搜啥呀？赶紧走吧！我这搜了半天，我感觉缺点东西，但不知道是啥。呀，想起来了，飞机还翻了呢！我这被小枪的喜悦给冲昏了头脑啊！没事，炸它！你给我过来！呀，没过来呀？不着急啊，再给他来一个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刚才那颗雷肯定是角度不对。这个时候，咱们再重新丢一颗，调整一下位置。我的快乐会回来的。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行了，到这儿吧。我教你，吃席了。